教大附中，红高的人竟然连一分都拿不到。博勋社长又不在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蓝教大附中不只是名字响亮而已，我们输的几率是100%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把那个人找回来了。啥？你说那个人吗？哪个人啊？直接讲好不好？他叫海狮，洋葱。这个人2年前和你一样是超级新星，不过他行为脱序，常常引发暴力事件，还因为打了社团老师，差点害我们被废社。好没梗的事件哦。那么出场顺序就决定，单打三，天才的对决就由我上场。双打一，海狮和大皮威。单打二，对方会派出他们的社长阿雄，我们当然是由胡杰副社长迎战。双打二不重要，单打一，洋葱对上蓝教大1年级的高手，高手，大家可别输了啊！看我的黑暗！接人的球后，屁股到现在还在麻，我的钢圆流网球必须再进化。还差一点，在比赛前我一定要打开那扇门。师父，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，我已经比当年的你更强了，决胜负吧。看来得解开封印了。医生，抱歉，我没有办法信守诺言。那家伙竟然能接住我的黑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洋葱。拜托，还没订阅我的，快点订阅我！我现在很想破300,000。往前的，翻开覆盖的现金卡，记账小本本。记账小本本，每一次你跟我借钱，我都清楚的记在这本小本本里，就是你想赖也赖不掉了。